爸爸拿什么？看看爸爸拿的什么？吃吃啊！看看这个小朋友是谁？娃娃。看这是谁呀？这是谁呀？啊！过来过来过来，爸爸领领。弟弟。这是谁呀？这个是谁呀？你过来看，你过来看。这是谁呀？弟弟。爸爸。爸爸。对了，这是谁呀？这是娃娃。娃娃。娃娃。弟弟。妈妈。妈妈。嗯啊。妈妈。嗯，爸爸。拿爸爸，来抱一抱，来。亲亲亲亲爸爸，来，来亲妈妈，亲亲爸爸嘛，爸爸，来亲亲爸爸，哎呦，亲爸爸，来，你再亲亲娃娃，亲一下娃娃，亲一下，哎嘿嘿嘿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，爸爸抱抱，嗯，这谁呀？哦，别说烂了哎。这是他日姑，这是校园的日姑，送了一套那个周队长，他没花钱，花了他的钱，花了700块钱套餐，正好他用那个什么，他用那边的那个会员。姑姑的，你姑姑送给你的，你看。这是小的，这个，你的都是你的，你看，哟，这个窟窿，这是谁呀？啊，怎么哭了，星星？都有哭脸，有笑脸，你看，这些都是我女儿的。弟弟。啊，弟弟不是，这不是你吗？还弟弟的，这些。你看，很多张，这一套，还这个，啊，这个是大的吧？哇，这个这么大！哇，这是小小的，就这张是就当那啥的吧？弟弟。弟弟。哈哈哈！弟弟不会说还是弟弟。弟弟。嗯。还走了两张两的花呗。这些都1000多块钱，这是用的他二姑的钱，呵呵，送给我女儿一周岁的那个礼物，是吧？你看。